另外是上一课高宏曾经问我犹太人的立法，我找到另外一个表示比较好一点的啊。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立法的话，上个礼拜我提过，犹太人他们基本上是有三个不同的立法，第一个是宗教用的立法，一个是文字上的立法，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世界上都用的这个立法啊。所以这个宗教上的立法呢，就是离散月就是一月份，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这里开始的，就是神呼叫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跟这个摩西跟亚伦说，他们要定这个月定为一月份，所以这个就离三月就变成当时候的一月份。一月份里面的最大的这个节日就是这个逾越节了，这个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哈。然后到七月份呢，就是这个提西利月，这个就是这个另外一些很重要的节日，就是这个赎罪日跟祝棚节。祝棚节也是这个纪念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的时间，神怎么样保守他们哈。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月份。然后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一个受殿节，受殿节就是这个九月份的祭司楼月这个就是对比现在我们的十一月到十二月左右所以这个是这宗教月这个是我们现在用的月份所以到九月份到十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赎罪跟祝棚节然后他们有一个民事立法的，这个民事立法是应该是在这个宗教立法之前已经有，他们一月份的犹太人的新年是一月份所以一月份的犹太人的新年的时候也是九月，现在我们九月十月左右上个礼拜我提过，如果你有一些犹太人的同事的话，有可能他们在九月底十月份他们会请假，因为这段时间他们有这个宗教上的节日啊，他们也有这个他们犹太人的新年。所以这个是他们很忙碌的时间。这些宗教月他们的名称是怎么样来的其实犹太人他们以前他们的月份没有这个名称的。他们应该是在这个犹太人他们被这个巴比伦掳去之后，他们是用这个巴比伦的一些的名称来做这个宗教月的名称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犹太人的立法，这个是补充上个礼拜的一些的问题哈。好，我们就开始进到我们今天讲的前往耶路撒冷哈。我们之前都看过耶稣的生平里面的大部分的发生的事情啊等等都已经涵盖到耶稣传道的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现在开始是进到他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较后期的一个他在地上的生活哈。前往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都有，但是我们的重点呢，会主要是看这个路加福音哈。我们这一堂是在探讨耶稣他最后他去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跟当中对一些对门徒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教导在这一堂里面呢，我们特别的是看到耶稣在一段时间跟门徒在一段时间他们的关心的事情有什么的不同我们会去看一看耶稣跟这个跟这个门徒一些的对话，而且也会看到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的一些的对话然后我们也会看这个从耶稣跟这个门徒或是跟这个其他人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管理的哲学、领受的风格
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会去看一看耶稣在这里他的教导是怎么样，他的自己的这个榜样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有几件的事我们会去看。第一就是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跟法利赛人的对话，然后他怎样的跟着门徒预言他受难复活，然后我们看着门徒他们怎样的争论谁伟大，然后到最后我们看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跟这个撒该对谈的一个事件。我们以前谈过的耶稣在世的传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啊。第一就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比如说他曾经去过耶路撒冷啊，他曾经在跟这个尼哥底母做一个对话，然后他也有在这个撒玛利亚跟那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对话等等，这是他第一期的最初的时候。福音书所记录的这个时间的事情是比较小。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他在加利利，所以耶稣的传道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利利里面这个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时间也是他在这个他的名声远播的时间，他受到群众的很大的拥戴的一年但是也是这个时间他开始引起到这个跟这个宗教领袖的一个反对，所以他第三个时期就是他向北一个隐退然后他去隐退的时候，他跟这个门徒教导到他在世上的一个身份，他的使命等等。当这些时期都过去之后了，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一节里面说，耶稣被劫上升的预计降到，他就定义的去耶路撒冷去除了这个地方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有很多时候提到的耶稣他需要上耶路撒冷，在耶稣的心目中上耶路撒冷是他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他知道他主要的救世的事工是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的，所以当时候快接近的时候他就向耶路撒冷前进而且他经常是走在前头带领这个门徒去耶路撒冷，虽然这个当中他经过许多的其他的地方上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在各城各上里面教训，但是在耶稣的心目中上耶路撒冷还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并且他也明白在前面有什么事情等候他当然这些事情他也完全的知道，他会遭遇这个患难逼迫他甚至会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牺牲当然当时候跟从耶稣的人当耶稣听到他会在耶路撒冷会发生的事情呢这些人都很害怕，甚至他的门徒也很害怕，但是耶稣他还是不犹豫的前往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路上耶稣的心情是会怎么样，他的门徒的心情是会怎么样就在他上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呢，他跟这个法利赛人的有一些的对话在这里说，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这个西律是谁呢？这里的西律就是西律安提巴这个就是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要杀耶稣婴孩耶稣的这个大希律王的儿子之一所以这个不是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个希律是他的儿子这里讲到的这个希律呢，他是被罗马的皇帝封为这个加利利跟比利亚的分封王所以当时候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是做王的他本来是有一个妻子，但是他后来他把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
希罗底娶他这个兄弟的妻子为他的王后啊，所以当时候他就受到这个西西约翰的责备，也是这个原因呢，他把这个西西约翰关在监里面啊。当这个西西约翰在监里面的时候，后来因为这个希罗底的女儿的要求了，他就把这个西西约翰杀了。所以当这个希律他听到耶稣的名字，也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当时候他以为会不会是西西约翰复活，因为当时候西西约翰已经死了啊，是不是耶稣就是西西约翰的复活啊？所以当时候他很惧怕，他也想这个杀这个耶稣啊，所以当时候法利赛人他跟这个耶稣说，这个希律想要杀你啊，这个有可能是真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可能希律当时候是惧怕耶稣啊，也有可能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是假借这个希律的名字啊，希望他耶稣可以离开他们啊，也有可能是希律他是透过这个法利赛人把这个信息传达给耶稣希望耶稣不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再做那么多的事情啊。但是耶稣虽然知道这个希律想要杀他，但是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甚至在耶路撒冷以外上面是不可能的啊。这个这里提到耶稣虽然他知道这个希律他的意图是怎么样，但是耶稣他说他还是要完成他的工作，今天明天他要赶鬼第三天我的事情就成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还是要需要完成他需要的工作，但是这个这段时间不会很久因为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他前行就是去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不久的将来他一定去耶路撒冷，其实他当时候已经在路上去耶路撒冷，他也知道他会在耶路撒冷里面丧命，然后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这里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这个是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哀哭，然后他也说看了你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里是对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宣告，你们的家，这个家的意思也是这个指向给耶路撒冷这个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对耶路撒冷的一个预告，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毁耶稣这个是预言，在主后的70年罗马军队这个攻坚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罗马人他进这个圣殿里面，当时候就引起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叛乱罗马他派这个军队的镇压，然后犹太人他的奋勇的抵抗这样抵抗了7年的时间，最后终于的不敌了然后罗马的兵丁他就进到的圣殿里面，他把这个圣殿里面墙壁上的金漆把每一块石头都把它撬开，拿着石头里面的金漆这就是应验到耶稣稍后的另外一个预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这个石头上就不被拆毁就是在这个罗马军队的攻坚之后，就开始这个犹太人就开始在世界各地里面流浪了就不可以留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罗马帝国之后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被不同的回教的国家的统治，比如说这个埃及土耳其等等，一直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以色列终于在这个1948年这个重新这个建国了，犹太人在到这个时候才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当然到现在为止耶路撒冷还不是全都是犹太人来管理，因为在这个圣殿的原来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回教最大的一个清真寺。所以这里耶稣其实是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将会有的情况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里说这个神过去的一次两次的想这个保护这个耶路撒冷，这是代表神的选民呢，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啊。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庆颂的。这里是预言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刚才说的他的被毁了，但是他说的到有一天奉主名来的是应当庆颂。这里是也是预言到这耶稣他再来的时候，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在这耶路撒冷里面再次跟他的子民在这里的见面。所以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已经引起的领袖们他们的注意了不论是这个宗教上的领袖，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还有一个政治上的领袖，就是这个希律王，他们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且他们也是开始这个计划把耶稣除掉但是耶稣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他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他还是愿意的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一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怎么样表现出作为一个门徒应该有的一个对神的服从，他的主人的服从还是一个愿意牺牲的一个态度。当耶稣他知道这个领袖要杀他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对这个门徒的教导就是，作为一个门徒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个奉献他们的所有，去完成这个呼叫他们的人要求他们做的工作所以这个耶稣是表现出一个作为一个门徒一个榜样应该是怎么样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服从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付出为到神给我们一个的呼叫，我们愿意付出呢付出一些代价呢。除了这个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的对话以外，我们也看到耶稣曾经有几次的预言自己的受难复活在圣经里面起码有四次他有提到季节的跟这些门徒提到他的他受难跟复活第一次是当这耶稣问他的门徒他是什么呢当时候门徒他们就回答，当时候彼得他就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当时候彼得他知道耶稣的身份是怎么样，然后耶稣就很快他就说到你说的是对，他的身份是这样但是他的使命是怎么样呢？耶稣他的使命他就是必须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是第一次的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跟门徒这个对答的时候耶稣其中这一次提到他的受难跟复活然后第二次是在耶稣登上边上之后，他在登上边上的时候呢，他跟以利亚跟这个摩西他谈到的耶稣他出世 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之后耶稣他跟这个他的门徒下山的时候，
他就跟着这个门徒提到他会交在人手里啊。这个是第二次的提到他的受难。然后第三次是耶稣跟这个门徒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一次当犹人他带他的儿子到这耶稣面前，要求耶稣去医治。他说他曾经要求他的门徒去医治他孩子的病，但是他的门徒做不到医治不到，所以他就要求耶稣的帮他。耶稣就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说你的信心如果是像这个芥菜籽一样那么小的话，你都可以把一座山从这里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耶稣讲完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之后，他就也提到他会交在人手里，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另外一次就是他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也提到他会在被交给这个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等等。门徒在这几次事情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呢？就是门徒他们的态度都是他们不能接受，比如说彼得说的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他们有些时候他们是不明白，他们不敢问，而且他们大大的忧愁所以门徒知道耶稣会有面对这个情况这个时间他们都不能够接受从耶稣这个跟这个门徒预言他的受难是复活，每一次里面我们都看到的耶稣每一次预言他自己的死呢，他都不是但是提到自己的死，他也提到他的复活的。所以这个对耶稣来说这个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完结，虽然他在世上十字架好像是把他钉死，但是对耶稣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完结因为在十字架以后耶稣有这个复活，他有一个复活的荣耀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果我们是为到主这个受苦的话我们也会好像与他一同的一样的会得到这个荣耀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谈到我们这个既战既清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里这个教导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只是放眼在我们面前的事情上呢？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永恒里面呢，我们就不会受到我们现在面前我们的眼光所限制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先前看到的是一些比较世俗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是放在这个永恒里面呢，我们的追求就有一些不同了。但是我的门徒呢，他们就不明白，因为他们只是听到耶稣的死。当然耶稣有提到他的复活，但是门徒好像只是听到前面，没有听到后面。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不是我们只是看到今天的事，我们没有看到今生过后的事呢所以如果我们眼光如果能够跳跃这个十字架的受苦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个复活的荣耀我们就可以奔跑前面的道路没有畏惧耶稣预言他的复活，对我们来说，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
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应该是放在我们今生以后，不是在这个今天的世上的事情。但是门徒是怎么样呢？当耶稣提到他的受苦等等，门徒其实他们还是争论那一个谁为大。其实这个争论是甚至是在这耶稣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不久的时间，而且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跟门徒洗澡之后，门徒还是在争论谁为大啊。这里说门徒提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伟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拿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这里说的恩主不是说这些君王他施恩给他们的子民，而是这个恩主呢是这个当时候的人他们对这个君王他们的称呼。恩主的这个英文来说，这个 benefactor 就是在今天来说就是比如说是皇帝等等，这个是当时候的人民给他们的当时候的他们的君王可以说一个荣耀的称呼啊。这不是说这个君王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对这个君王他们应该有的一个专称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外邦人中间有君王治理他们啊，但是你不可以将你们里头伟大的祷告向年幼的为首领的祷告向服侍人的啊。这个是门徒他们争论谁伟大。其实不止在这里提到有这样的争论其实在比较早之前，他们前往这个加百农的路上的时候，他们也有争论这一件的事啊。当时耶稣就特别的叫了一个小孩站在他们的中间对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的领导的观点是为首的将要服侍人啊。这个是秋户当时候的他们一般对领受的一个的概念。耶稣这里说谁伟大的，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啊。当然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神耶稣一个最大的榜样就是他在跟这个门徒的洗澡啊。当时候洗澡的工作应该是一个仆人来做的，如果有一家人他请客其他人的到他家里面的吃饭啊等等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仆人来做这个洗澡的工作。但是当时候他们没有这个仆人嘛，所以耶稣他就自己的成为一个仆人，他帮他的门徒的洗澡。但是虽然这个门徒他们还是这样的争论，但是他们还不体会到耶稣给他们的榜样的教导，但是耶稣在这里还是肯定这些门徒对他的忠心。其实这个也是预告这个门徒他们就是在耶稣死之后，这些门徒还是忠心的为耶稣去继承他在世上的传道的工作所以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与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是预言到这些门徒在耶稣死之后，他们还是忠心的去完成耶稣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领导的观点呢，他是为首的要服侍人，
不是受到人的服侍、啊、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比如说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啊、我们的角所有的角色都是为着服侍人的照顾成全而牧养别人、啊、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话、啊、比如说在、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同工的话，他们不是一个但是一个领袖，他们就好像这些年幼的人去服侍一个年长的人、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这个地位的不同、啊啊、不是说做长老的牧师啊，他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是什么？是有恩赐的不同，是有职事的不同，是有共用的不同啊。啊，我们是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都是以这个服侍人来为这个重点啊。所以，在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荣耀不是在有多少人服侍我们啊，我们是管理多少人，而是我们服侍了多少人呢？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服侍人呢？啊，所以这个是跟这个属事上的一个这个管理的一个的价值观很大的不同啊。刚才我们看到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心情了、啊、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是怎么样了、啊、你觉得当时候耶稣的心情跟门徒的心情我们看到一些不同了、啊、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的一个差点呢？为什么 有那么大的不同呢？而且耶稣在这里提到的为首的要当仆人了，在今天的教会啊、社会里面啊、国家里面啊，你觉得这个还是适不适用呢？啊，因为当时候门徒还是有这个概念，这个耶稣应该他已经跟了耶稣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他们还是希望耶稣可以成为一个地上的君王啊，他们还是希望耶稣可以他们跟着耶稣，他们可以成为这个君王他的左右手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争谁为大啊？但是好像这个他们耶稣给他们的预告是完全跟他们的不同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为首的要当仆人，你觉得这个在今天这个还是适不适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我们教会啊、社会啊、国家啊，甚至在我们家庭里面，你们觉得这个概念适不适用呢？当仆人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谦卑呢？听主人的吩咐，服从主人的吩咐。我是觉得如果看到旧约里面的话，这个仆人他是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对神的，另外一个是对人的。那在旧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仆人，约书亚被称为神的仆人，以赛亚会被称为神的仆人。那他们当他们成为仆人的那一刻的话，他们首先是对神单方面的一个顺从，以及他们品性上所表出来一个 humble。那么对人的话，我觉得对人他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你要看到约书亚，你如果看到摩西，或者是你看到撒母耳，这些人他们是对周边的人是给一种帮助的。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说这个当这个仆人有两点是一个很基础的。第一就是好像刚才说这个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是对神这个忠心，这个是第一点了啊，所以如果是神要他做的工作，他就一定去做，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忠心。然后他也是需要对着其他人有这个爱心，所以他去当这个仆人的话，他作为其他人的仆人的话，他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上高于其他人，
或是他的才能上是高于其他，而是他愿意去服侍的话是出于这个爱心的表现啊。他的服侍是出于了爱心呢，所以他如果是其他人有什么要求需要这个人帮助的话，他也愿意的帮助。但是这两点呢是对神的忠心是一个最重要的。如果这两点有什么冲突的话，他应该是以这个忠心于神为这个第一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说的一个当仆人。当然在今天里面我们听到有一个 servant leadership 了哈，这个是仆人的领袖啊。在今天的很多的公司啊里面都说这个做手的应该是服侍人。当然他们现在熟悉上的 servant leadership 啊，这个是原来是出于这个圣经里面的。但是 servant leadership 这个管理呢是在1970年左右开始了啊。虽然他们是从这个圣经里面开始，但是当然他们基本上有一点都不同，因为耶稣里面提到的 servant leadership 是因为忠于神而是爱人所以这样做，但是现在世俗上的 servant leadership 他们其中他们的最大的一个目标还是需要提高这个比如说这个机构里面的效率啊等等，虽然他都有一些概念是一样，比如说他希望这个做手的他要服侍跟随他的人，他要怎么样这个可以关心他的公司里面的地位比较小的人啊等等啊，但是他们的重点还是怎么样可以尽量发挥这些其他人的他们的潜能呢，然后到最后的目的还是这个怎样提高这个机构的效率等等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方法上是一样，但是他们的到最后的目的是有一些不同的。好，我们看这个这一堂里面最后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访问这个撒该，这个也是在这个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可能这个事情我们都很熟悉了就是当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他就看到有撒该税吏长。当他想看耶稣的时候，他就爬到的树上去看耶稣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我要到你家里面住在你家里面他就很快的接待耶稣然后他这个撒该就说：“我一般的给穷人如果我诈骗了谁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怎样以这个行动来表示天父的慈爱因为撒该是当时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他没有朋友，他在社会上虽然他的地位很高，但是他没有朋友这个也可能是困扰撒该很久的问题讹诈别人有可能令他良心有不安，但是他的勇气没有改变，他想这个希望耶稣的出现他能够帮他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到最后他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他就成为一个亚伯拉罕的儿女。这里说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的话不是说因为他的血统上而是因为他因信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这个是凭这个应许成为的。在这个世上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愿意的成为这个撒该的朋友，其实他也是在这一件事上他是服侍这个撒该因为他看到撒该是一个当时候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没有朋友但是耶稣看到撒该有这个需要他就愿意的去成为这个撒该的一个朋友，到他家里面跟他有个交往。所以今天我们的从这个主日学里面，我们看到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可以想象到耶稣这个心情是怎么样呢他知道前面有一个很难的事情去做，但是他
还是愿意的去做、啊、如果这个引到我们心上了、啊、如果神今天给你一个不容易的工作去做、啊、我们不要说到好像耶稣这样的又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而是神给你一个的呼召、啊、如果你听到神给你一个呼召、啊、是需要你付出一点的，你愿意去做吗、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可以想一想的，就是神给你一些的呼召，比如说神有没有一个侍奉是需要你做的呢、如果你特别是你今天没有、去什么做侍奉的话，有没有想过、神也需要你为他在教会 里面做一点工作呢？而且不单是在教会里面，神给你做一个基督徒，他有没 有没有一些负担给你呢？神有没有呼召你比如说明年作为一个同工呢、这个是不容易做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做同工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工作、但是有没有想过回应神给你一个呼召、去做一个同工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思考的、我们就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早上让我们去看到、耶稣他在这个路前往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怎么样的、以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他怎么样的服侍其他人。神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忠心于神的人，以爱心去服侍其他人、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前给我们的相机、不是最重要，而且我们是、要看到这将来在我们的视线的生活过后，在永恒里面我 我们的重点是应该放在这个永恒里面的事情，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开始这个、实体的 崇拜，求你就保守让我们 在一起崇拜的时候，我们会可以、感受到主与我们同在，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有神的保守，让这个 virus 不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